来人了，上面炸着了，我请你吃莲子羹。死了死了死了。好了，欢迎大家收看火焰带来的游戏流程解说和平精英啊。我跟我的小伙伴木中啊，我们俩打的是双人四排，咱俩啊、他是王牌，我也是王牌。木中你跑哪儿了？路在哪儿？你搁哪儿？啥也不是。哎呦我去，哎呦我的妈，你冲什么玩意儿，你冲啊，啥也不是。不是，我都没有反应过来咋回事，你就满地爬，我去的。哎，前面有车，追他追他，前方有危险，我知道，追他追他追他。嘎上了这俩人，来车了，前方有危险。啥意思啊？这我有点搞不懂啊。来人了，上面炸着了，我请你吃莲子羹。死了死了死了。哎，怎么搁这儿呢这个货啊？这圈怎么是这样式的？咱们这么，哎呦我去，下去吧。哎呦我去，这毒，哎呦我的妈，这毒也 太疼了。打药打药，我还是放个烟吧。我要没救救我。是啊，我这烟疯的太帅了。树后边呢，标记了一处地点。毒死你，放烟了。大吉大利，今晚吃鸡，吃鸡了。哎呀，王牌局吃鸡的话分加多少啊？真不错啊，真是不错啊。你拿吧，吃鸡了，加了31分，还可以。杀五个才521伤害，你杀两个600多伤害，什么鬼？